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是地道的北京小妞，也是咱们北京台春晚2020年的代言人。我从小就非常非常喜欢看咱们北京台的春晚，我觉得节目非常的好看，也很有意思，给我带来很多的欢乐，主要呢特别有北京特色。很遗憾，今天我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来到咱们春晚发布会的现场，在这儿呢预祝北京台春晚发布会圆满成功，大年初一我在北京卫视等你哟。